远景到场，敲破玻璃门，玻璃碎了，满地都是，接着快跑冲进去。拍照！拍照！拍照！警方攻坚堵客，赶快躲进屋内小房间，桌上赌具都来不及收，但还是逃不过。来，过来啊！事情发生在屏东，警方日前接获线报，在市区内有一间金融贷款公司，入夜后就出入复杂，疑似群聚赌博。在7号凌晨破门攻坚，赌客们玩得正开心，见警方破门，落荒而逃，逃进小房间内，桌上赌具散落满地，来不及收，最后29名赌客被全数带回警察局，发现疑似聚赌行为，于8月7日凌晨见时机成熟，出动大批警力，持搜索票攻坚，查获复姓负责人。及赌客共29人，以天九牌聚赌，现场查扣赌具一批，及赌资8万多元。赌客一晚聚赌，以为没人知道，贷款公司深夜暗藏赌场，最后全被依赌博罪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记者张春华、陈珊珊，屏东采访报道。这晚上啦，睡不着觉啦，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，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鱼帮你来打折，